屏东大学附设幼稚园，在早上暗时是举办了毕业典礼，有真侪这地方人士甲家长哦，拢是做伙参加，向这毕业生来祝贺。这小朋友伫台顶来表演啊，也互这台下大家笑嗨嗨。大学附设幼稚园第站举办毕业典礼，虽然今年仅仅六位毕业生，但是校方也要请了所有小朋友和家长做伙来参加，来替这六位毕业生祝贺。李慧文第六分，伊嘛特别来到现场参加，除了献上伊的祝贺以外，嘛来欣赏小朋友因精彩的才艺表演。幼稚园他们的第四届的毕业典礼，那也非常高兴啊，家长都非常兴奋的来参与小朋友的毕业典礼。那我们这些中班、小班、小小班的小朋友都来祝学姐跟学长在进入国小的时候都可以快快乐乐跟幼稚园一样快快乐乐的长大。这场毕业典礼的节目是非常好看。每一个班级的小朋友轮流就带来表演，这块小朋友因天真活泼的演出，和大家的家长看了是相当感动又个欢喜。这嘛来显示出屏东大学幼稚园办了相当的成功。虽然今年只有六个小朋友，但是所有我们的中班还有小班的家长和小朋友们都会在今天一起来为他们庆贺，而且我们也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节目，非常的精彩。包括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名人之夜，让各位看到我们的教育，整个幼教在明道生根，而且整个幼教在明道立足，能够成为所有的幼稚园，我们全国幼稚园的典范。我们相信明道幼稚园在所有的师长经营的之下，以及所有的家长的支持之下，明道的幼稚园未来一定是可以更蓬勃的发展。明道大学幼稚园的教学是非常多元化，在家上课的小朋友学习的成果都很好，在毕业了到国校上课成绩也都很优秀。早上时校方来颁发奖学金和历届优秀的毕业生。明德大学也欢迎家长将囡仔送来到这读书。就是小明凯，笔头报道。